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今天的游戏状态香小雨。我们就是这么全年无休，是的，我们就是这么的全年无休。现在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要去救我们的。他们现在是拿牙刷刷马桶啊。好，我们带着这个发毛巾的姑娘，我们走着。是我刚刚来的地方吗？哇，我有点我有点搞不清楚状况。所以我到底从哪边来的？我有点搞不清楚了。这边我还没来过吗？为什么有一个小丑箱？他说这个箱子不给碰。你说不给碰，我就不碰吗？儿童紧急操控系统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在翻箱。我觉得这家伙挺可疑的呀，这个系统挺可疑的呀。哎，这边为什么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？这家伙是干嘛的？这家伙是干嘛的啊？他是破路狂吗？干这种事情，哎呀，这是我们的姐妹，她说我什么都不怕。你怕破路狂吗？但她不喜欢鬼。想想看，我们能怎么做？哎，这是我们的四个兄弟姐妹。但我们得先把最后这个姐妹救出来。他说他什么都不怕，就怕鬼。你说我哪弄得到鬼给他呀？看看其他有没有什么东西，有没有什么线索。
感觉这个小丑盒子一定有，哦，这边有一个把手。有个把手，我们应该是要找一个能够摇晃这个、转动这个把手的人。酷怒火天使。还有谁？还有谁我没有骚扰过的呀？他不怕这个呀，不怕普鲁。哦，他会给他们戴上面具。糟糕，我们的小伙伴们变这样。这样子，我们可以装成自己人去哄骗他吗？这个可以。每个人技能，他的技能居然是转。好吧，他技能是挖矿。说什么？搞不清楚谁是我兄弟了，现在。哦，真的，所以这家伙是他妈妈吗？哎呀，真的，这家伙是他妈妈。我们要怎么？我们楼上那个小丑那个盒子。你可以转动那个盒子吗？这个应该没办法转动，这个应该也有点难。每次来试试看啊。不怕，到底要我去哪里弄到一个？
还是我再往上看看好了，学校这个工作室去了。他应该是不怕痒吧？他发什么都不怕。但他可能是骗我的。我们还是先去猫养鸭。我们去猫山养鸭。猫养鸭。真的不怕哎、欸。你怕不怕脏啊？小丑，他怕小丑，他不喜欢小丑，可是他不喜欢的是真正的小丑。被发现了，他说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小丑。哎，我真的不是真正的小丑。那真的很明显，一定要用这个。把我们的姐妹放出来了，让她围在这边。我想想看各种恐吓我。激怒他，他就把这个箱子。吓坏了一众小家伙。我赶快找一个大一点的去套他。好，我们去套这个小手，太大了，不给套不进去。先套这个女士。好，我们去下楼下的家伙。快看我！这是温馨的亲子互动。他说：“妈，你别再亲了，我们正式要做。”他说我好想你啊，我相信你，我知道你，我说我相信你长大了。就各种称赞。
的时代就说，反正前面就讲讲一些微博，然后他们就讲说，我们现在要赶去把那个车停下。于是就一家团聚。好嘞，我们已经找到这个的解第一个解法，后面的呢？Inverted 二三八二不不行。他在等换班。这个跟我们之前干的事其实有点像，就是找一个人跟他换班，找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跟他换班。奇怪，我们刚刚应该，我们刚应该让了不少人戴面具啊，不见。没关系，就你了。好，我们去跟他换班吧。哎，奇怪，我怎么觉得我之前也有戴面具跟他说话呀？哦。他说：“哦，太好了，去厕所。”哈哈，对啊，他怕鬼，对，那鬼这个要怎么弄呢？真的怕鬼，鬼，这边有谁是？就是要用之前那个丢毛这个玩毛巾那个小姑娘，如果她把抹布放在一个非常小尺寸的人身上，会不会看起来就是个鬼呀？还是对啊，我觉得应该先用这个吧。但他必须要用的是小尺寸。哦，刚刚都只是用套在大的身上，没有套在小的。但他套在小的身上，他才能像鬼。哎，等等，这里有个超小。只能说这个超蠢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太大就不行，只能套小。顺便把成就解一解。可以去套一下我们自家兄弟了。等等，剧情就开始了，没玩到呢。然后你成功了，他说我就说了，没问题的。
道，但是他说你们俩可以不要再废话了，快来帮忙吗？他说我们还要找到一条路通往那个前面的车厢吧。他说我可以搞定的。他说我打赌我们如果一起工作会比较有效率。好啊，但是我要先去吓一下那家伙。算了，等最后再回来好了。他这个应该是最后还可以再回来解的。哎呀，我真是……太神奇了！他这样就转开门了。这边到处都是煤。简直不可思议。只剩下我们了啊！什么？这是我们被抓住的爸爸？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他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会找到我的。”那这绳子有点大条，在这个小查理来说。他说：“我相信你需要一些帮忙。”他们全家是怎么过来的？他说：“看到你们真好，整个家族都在一起。”哦哦，太晚了，我们来得太晚了。就开始互呛，糟糕，怎么办？然后我们英勇的查理他要冲出去拯救世界了。说等等，让我们一起，就像一个家人一样，就像一个家族一样。好好，现在他们全家已经出动了，至少我可以放心，这不会有战斗画面吧？应该是到最上面去吧。我们要先把找到路回去，先把它套起来。那个
工作是给他生活。你不觉得你快要熟了吗？他说我们要找一个家伙可以让火生得更旺。哦，什么什么？竟然还有，它居然也是一层一层套下来的套娃。他说没关系，反正我们还是会把它弄下来的。好，看来是要找一个。把这个可以挖下来的人，那我们得去找一个拿扳手的家伙。我们需要一个拿扳手。这家伙是干嘛的？它是喷冰的。有没有拿扳手的？家伙是谁？对，我们要找拿扳手的。好像没有拿扳手的。拿锤子的可以将就用吗？不行吧？应该就是要扳手吧？试试看，敲敲看好。办呢？哎，找到，找到，找到！然后呢？我们也要生火嘛，所以我们先倒一点煤进去。没有用，不是倒霉吗？那是倒油吗？好像没有用。办呢？我们要用什么办法？先套一个大鱼。胡椒罐呢？很吵的，有什么汽笛之类的？
不小心打倒了旁边的路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去找看的那个很吵的那个气球。到底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在附近找到人帮我们。嘿嘿，这我可以试试看。叫声，好吧，看起来是没有用的。这家伙，呵呵，没有用。叫我怎么样呢？把旁边的火弄进去吗？控制这个小哥，把火撑起来送过去。不是啊，他要能爬他就直接就爬了，很麻烦。哇，那这个到底是要干嘛呢？求救！看看要怎么把家伙弄下来。我已经把这个门打开了，这种就是打开之后我们要干嘛？有点不是很确定。我们已经把它打开了，看看它说要用一个什么。这家伙是刷马桶。
打开啦。那阿德尼斯到底是谁啊？阿德尼斯是谁呢？阿格尼斯是谁啊？奇妙啊！他说别那么别这个没那么快。哎呀哎呀，他在干嘛？胡椒粉。好吧，那我们还有下一集。这看起来是要用他的哥哥去爬了。怎么看起来像用他的大哥去爬？我上来了，然后呢？不行，我们得想想看，用谁可以去把它弄下来。的参考人选，我们使用这个人去把它勾搭下来，可不可行？
他说你们的尊敬呢，蠢货。我觉得我们就是把这个湖给弄齐了吧。我记得还有一个喷水，喷水的去哪？灭火器，灭火器组，灭火器二人组去哪里？这，哎，他是喷火的吗？他是喷冰的。喷冰的应该可以吧，喷冰的也不用吧，那你就吧。但是火太大了，我们如果倒点油它是不是会烧得更旺。那我们来给它火上加油一下。那个喷水的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我有一个搭档的喷水的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不行，我应该把它弄死，用它，这可以把它盖熄吗？急了，然后呢？对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把它打爆。看这个造型是不是一样啊？越来越小只了。姐姐妈妈，我找到你们了。原来他们还是一家人啊。没想到他们竟然是一家人。啊，这个感觉就要靠我们的小姐妹来了。这看起来就是要用那个声波攻击，那我们这边声波攻击最熊的就是你啦，上啊！都好大声啊！又掉下两节，敲扁他。还被鸟捡走。这鸟还隔。我觉得我们最后一个怎么办呢？干嘛看到我们就跑？最后一个我们用鸟飞吧。
有一个开关，这是一个钥匙孔。钥匙孔，我们要找一个能开那个钥匙孔的人。谁能有谁能开那个钥匙孔呢？这些人看起来都不像可以开啊。啊，应该是一个小尺寸的牙刷。跟钥匙孔尺寸不合吧？还是说是他的小兄弟？哎，对的，可能跟钥匙孔没有关系，我可能就只要往下走就好了。有可能只要往下走就好。等等，莫名其妙被刷了一身。哇，我上来以后干嘛呢？我最后一个 boss 总不会是这么蠢的上去放个屁吧？那可就有点过分了。还是从上面往下倒霉。先试试看这只好。试试看他，哎呀，这个到底要怎么弄啊？我想看，飞下来的时候有可能。下一次就不能放。撒胡椒粉呢？撒胡椒粉呢？什么小尺寸的？对啊，因为他要装进鸟里面，所以他一定是这个尺寸。这
个娃娃有毛用？还是往下刷刷刷呢？亚伯特。难道是亚伯特？亚伯特吗？试试看。但是亚伯特一直想飞。哦吼！我们终于把这个坏蛋给弄下来了。上吧，熊先生，制裁他，正义的熊熊。哈哈哈！凶残的熊先生把他给撕烂了。亲爱的熊熊，那我们给你一个大抱抱。刚刚派出的警卫团，哎，这不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我们一起玩耍的李维吗？李维，是你？但是我想你们可能需要点帮助，你能帮什么呢？这个是流浪汉特工小组啊！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把这火点点，蜡烛点。然后呢？好莱坞大片场景吗？哪里逃？哎，哎，看我的剪刀，怎么办？看我的石头。跑掉了。哦，那现在是看我们的布。布呢？我看到一个布，不是。哎哎。
发现是剪刀石头还是布啊？我勒，它是布。我怕这是石头，我要找一个布。我勒，布刚刚被我剪碎了。难道他套了一个剪刀？被打了还会再回来啊！剪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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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刀！来呀、啊，你混蛋！哼哼，被打的小饼赢了 ，Happy Ending， 美好的结局。爸爸表示你还好吗？那个巴隆跑哪里去了呀？他说在这里，他的遗体就剩个帽子跟眼睛啦。他说我很好，巴隆走了，永远都走了，我是这么相信的。他说怎么乐色在这啊？那我们该走了呀，我们要回家了呀。把所有人都带回家嘛，他说过了一会儿，把所有的人都救走。他说你最棒的，你救了我们。他说你真是一个英雄，我的儿子，我真为你感到骄傲。然后咱们回到家了。他说：“过来吧，我有个新消息，我有一个新的工作。”这是什么鬼？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吧？他说查理跑到那个国王车站去了。他们大概组成一个什么救援队之类的。他说不用担心。他说他是有朋友的人。他说你是对的，查理可以搞定。等一下，那只鸟，鸟是无辜的呀！只鸟就被他们吃掉了，鸟是无辜的呀！啊，好的，很棒的一个故事。哦，我还有好多人没有套到呢。然后这边是有拼图没有完成。这也是有人没有套到吧。他说你把你整个家人整个家族救回来了。好吧。这个我们这个游戏的主线应该是到这边，
他还可以去把之前的那个没有解的谜题解掉。但我们今天先到这里，明天我们再继续吧。明天我们再继续，明天把一些谜题解一解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九点半的时候，我们会开方块那款游戏，我们要把这个，我们要把方块的，第六个世界玩一玩。所以我们等会六九点半会开方块的游戏。那谢谢大家，待会见，拜拜。